宝贝，妈妈陪你在这儿查。爸爸，我非得有理不可。我们看，而且比速度的啊，不能没有速度。我们不用比速度，我们比的是精品。对，我也是精品品。哼，走着瞧。哼。爸爸一定擦了很多这种颜色的花，因为他觉得这个最漂亮，就是这个。对，他一定擦了超多。你看。你看爸爸弄得像一只蝴蝶一样，还左边一个大玫瑰，右边一个大玫瑰，中间插了一点小草。哎，其实你烦不烦人？你弄你的，你光我呢。爸爸，你实在不会，可以让老师指导你一下，别勉强自己。对，老师，你就该说他就说他没事，不然他自己也是没有自信的。对，他没法承担他的错误。可以的哦，知错就改，懂吗，爸爸？老在看我干嘛呀？我看你那个白的花开的比我的大，能不能自信一点？爸爸，我看你也得自信点。宝宝，我们俩昨天不是玩挺好的吗？那是昨天了，并不是今天。我怎么觉得我插的没有你们插的好看？能不能有点自信？能不能有点自信？怎么不要说果然是亲生的啊？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。啥翻啊？友谊的小船。啥船？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。啥翻啊？友谊。友谊是啥？友谊是什么？